喝应该是两米吧。我问过一个西班牙语的朋友，他说是念 Don Quijote， 所以还蛮像日文的，还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我会讲西班牙话。然后好，我可以继续讲。然后唐吉诃德就是大家都觉得他疯掉了嘛，他就说风车是巨人，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看骑士小说的人。然后我忍不住再讲一次，我觉得能成为唐吉诃德是很不错的事，就是大家都觉得他疯掉了，可是他还蛮乐在其中的，这比较像我们的状态。每次讲这个的时候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。你可以相信你的爸妈，就说我要玩乐团一辈子，然后跟朋友讲，朋友一定觉得你跟唐吉诃德应该也差不多，然后很多事情走过来，唐吉诃德。Yeah.